可达鸭是怎么说话的？好要脸粉。好了，再见，不说话了。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，非常的浪费。故事会时间。有一个男的拿了一个超级大的一个锅，然后里面装满了蓝莓汁，然后在里面疯狂乱倒那个水果，西瓜、葡萄、梨、奇果，反正就是一大堆水果倒进去，用那个老冰棍那个容器，然后那个人就这样就把它扛到那个雪山，然后砰一下立在那里，等到它结成冰了之后，然后再给它扛回那个他住的那个村里，然后把那个雪糕打开在那啃。我等一下，我给你找出来。我也去找一下看看。麦当劳来死来来来，麦当劳，麦当劳，麦当劳叔叔。谢谢，听一下。你是学音乐剧的？对，在上音乐剧。昨天听说你是学美声的。对，我是学。怎么了？学牙医的牙医。我学脱口秀的。脱口秀台阶没有那么低了，对不起。好，谢谢，我回去听一下。好的。吴老师。基本上都是曲子都是自己写的。哦，酷。意大利语比较偏教堂音乐。哦，对，很有感觉，我拿回去好好听一听。好的，好吧。好，老师，我家里有 CD 机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现在家里还有 CD 机。好的，那我加油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好 ，OK。Hello。听一下，我真的会说 Thank you。好呀。好的。Thank you。大屏幕要开吗？最喜欢 Nothing to do， 意大利和英语的一首。真我、这首是英文歌。谢谢，加油加油，一起加油、嗯、好了，谢谢。2016年到现在是的，就是你自己花了那个巨多时间创作的，是这个是那个掉头发，掉头发的专辑，歌虽然不多，但是音色弄得很好。OK。也是尽全力在做。我好好听一下，好好听一下。有什么想法，到时候我发给你。好的，微信给你发给你。好。别谦虚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年龄能做出这些东西已经很厉害了。OK， 我回去看看，好好听听。谢谢。好吧，一会儿见。然后这里面就是歌词，我这个超重，这个一个30多斤。看得出来那个歌。其实我那天有听了你一首。哪一首？因为你那天发了官宣的一首。宣言。对。我那个 MV， 对，我那个 MV， 真的，那个 MV 很好，算是尝试。谢谢你。就这样。我怎么会知道？不过拿一点那个桌角。拿来盖泡面啊！拿来盖泡面。开玩笑，哎，你盖泡面。为什么我们都不能把这个好处的放在里头？对，在。我录下来了。要就这样。不拿一点那个桌角，垫那个桌角。那我们先下去。好的，一会儿见。它上面那个泡，如果越多的话，其实它的拉花越容易。就是会有一个那个消费总结吗？就是这一家店，就是这一家店，你知道吗？可以，手冲咖啡配赵磊的专辑，品味赞了。这个蟹叫做梭子蟹，所以因此而产生的。听我说，谢谢你。所有悲伤都在梦境中蔓延。